是 Jamie， 星期五又到咯，这是我们第七次的 Friday Special 时间，不知道你前面六次都有认真看了吗？这个礼拜我们要介绍一位老师，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外号叫哈哈。大家好，我是哈哈老师。你知道 iPad 跟手机除了用来上 Facebook， 还可以用来学习中文吗？在逢甲华语文中心，我们用这样的工具来学习中文。你想知道我们如何学习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课的情况吧。注意一下，我想这么台湾 culture， 台湾 culture。啊！